大家好，我是陈大，我今天分享给大家的是太极八法里面的理境的单式和用法。首先先说它的单式，第一步的时候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带后成功，双手掌前推。第一，第二分解第二的时候，重心移动的时候，重心向右移动的时候，右手向受额部，左掌内旋收回。第三的时候，重心左移的时候，左手顺势下来，右手掌向下按，同时发力，然后上右步双掌前推，换右式，然后重心左移，左手内合，右手内旋，后发力时右带左按，也定的第一种用法，定步理。第二种用法，进步。刚才那个是内进步，第三个动作是外进步。第一种呢，这个定步里呢，它是在由下肢这个膝盖碰撞对方的膝盖，然后由上肢，他们两个人的做法，以上肢甲方是以右手往下带，左手下按，左手呢必须按腋下，尽量按腋下，也可以按大臂，是吧？两种做法。然后迅速腰向右拐，向斜下方的一种合劲走。好，刚才你看啊，刚才做的那一种做法，定步的时候，因为他的步伐没有定下来，他这个膝盖呢，等于说上下肢，他这个合劲没有协调。这个正确的做法呢，这个膝盖啪在瞬间合住，或者是按大臂，或者按腋下，瞬间转腰迅速合住，这第一种。好，和第二种内进步，走。好，再合住。这第二个呢，内进步的时候是什么？在做的时候，后腿甲方的后部尽量插在乙方膝盖上，也是别的膝盖上，走，上步低，这样，在这里迅速坐下来。这个姿势就比较正确。好，第三步外进步。好，走。每一个列定的合法中，它由下面的肢体配合着上肢的一种上下相错的一种错位方法，包括他那个外进步，外进步上步的人，第一趴在外面，第二在一坐的时候，右手迅速下合的时候，这个后腿这个膝盖碰撞对方的膝盖，这是外进步，啊，后撤步，走，好，
这个后撤点呢是在什么时候用呢？是在对方这个力量往前给你的时候，是一种顺势的侧步一种方法。就是对方这个左边向你进攻的时候，同时你自己伸车右步，顺势而带做出来一个做法。来，再做一遍，你往前定。每一种连法是根据对方的不同的条件，以自己的经验和听力感觉对方的动作而去寻找的一种连接的方法，所以这个必须要靠自己的经验长时间的训练才能做出来的这些动作。这个连接呢，在套路当中有的地方它会表现出来，有的地方它会隐含。下面我们让他们做一个表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地方。好，有白个量字变楔形。好，走吧。好，开步。好，停。下面做这个连定的这个单式呢，在这个楔形下一步的动作里面都会表现出来。好，走，坐，起，走，下，来，好，停，好，起。这个在楔形这里面呢，唯一表现感，第一的原因，先上，然后后里的话，一转身就变后里。在起势以后啊，又捧，又下按，从这里开始看，就变成这个哎，撤步里。下面我给大家分析。